标题一场乌龙苏醒。在晒与何洁聊天记录，所有猪队友都比我优秀。搜狐娱乐讯1月8日，苏醒再度发文晒出与何洁的聊天记录，回应由于自己前一条微博导致何洁爆三胎不实传闻，称你们所见过的猪队友跟我比都是优秀的。何洁苏醒聊天截图1月8日，早些时间苏醒微博晒出与何洁的聊天记录后删除，其中何洁的一句我断奶后第一个跟你喝，引起网友猜测何洁是否已经生下三胎。何洁回应稍晚，何洁发文回应此事，称上一段感情在2016年10月已分居结束，并已经由朝阳法院公开审理判定离婚判决，表明本人婚姻期间从未出轨，从未插足他人婚姻，两个孩子依法判由我抚养，现在在新的感情中私人生活本无心惊扰大众，谢谢各位关心。最后想说，没断奶的那个人是苏醒，就这。